架不住，这寡妇常来谈和，就给他时间了。这里一桌全的，就像一个丈夫，他爱他的妻子，就像爱自己是一样。这保罗的时代很可惜的，离婚休息这个是非常腐烂、非常容易的，带给了配偶很大的伤害。保罗教导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提到，在这里为牲畜累倦，为妇人孩子造成，我们自己要带兵器，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，好把他们领到。Yeah.